Blackpink is the revolution. Even though I'm not gonna got it. Blackpink for ways I got it. So it's on, I'm gonna run it in a bucket list. I die, I bought it. That's on the bottom for the honey. Nigga, my love, my daughter, get a naya. Jenny.好，现场的小队们，再次掌声来欢迎李都会。Blackpink is the revolution. Blackpink for ways I got it. So it's on, I'm gonna keep on running in a bucket list. I die, I bought it. Every time she didn't go to money, me and she didn't go to gym, my daddy wanna bang. Girl, no cause she don't want to do that more. I had him with a bass drop, it's another bang. Click, clack, bada bing, bada boom. When the box coming on the night, bada boom. Could you ask her? No, you got it all. With the numbers that they call, pick up, pang, pang, pang. Pang, pang, bada, bada, pang, pang, pang. She can now be a truck, better, ta, ta, ta. Hands up. That's on the bottle full of honey. Nigga, my love, my daughter, get a naya. Jenny.大家可以提升士气，一起来帮苏俊章来加油！好，来一、二、三，来，苏俊章，苏俊章。啊 ，YouTube， 名字，名字，陆小晴勇夺了此频道，哈哈哈！陆小晴独哈哈，陆小晴，陆小晴勇夺了，勇夺了此频道，此频道，哈哈哈，哈哈哈。你会紧张吗？紧张的我当然有紧张，紧张，有一点点紧张。跟在前面这个，可是可能会很有趣，很期待。我跟你说，我也超期待的，我好想赶快看他上场。因为他真的很棒，他在练应援舞的时候都表现得非常好，然后舞蹈也跳超好的，所以我真的超期待。You are so great, thank you.韩籍啦啦队员李多惠14日献出转战台湾职棒的姻缘处女秀。三局结束，他和应援团长阿晨一起登上乐天桃园球场特有的小飞机，李多惠不停挥手和粉丝打招呼，还比出大大的爱心，更和阿晨一起和比出爱心手势，羡煞不少男性球迷。李多惠赛后接受三立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登上小飞机心情很兴奋又很复杂，因为之前只在游乐园玩过，在球场上搭真的是第一次。在搭乘小飞机的过程中和阿晨合比了爱心手势，李多惠笑了笑说，因为阿晨突如其来比了，我就一起比了。男主角阿晨受访时透露，李多惠搭小飞机是临时起意，抱着平常心和他一起上小飞机。阿晨说，平常都是跟很有名的艺人，
今天很多球迷朋友特别来看李多慧的，相机手机一直照不停，我们在球场都可以感受到。会不会担心在小飞机和他和比爱心回家要跪算盘？阿成笑说，不会啦，就是一个有趣的画面，因为今天是黑色情人节，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感觉如何？上半场的感觉，好有趣，好有趣，好好玩，哇！上半场加油！队长李多慧第一次见面，没有收住了，没有收住了。好看，你现在是比手画脚吗？比手打的。第一次看到李多慧的感觉，超香哎，超香哦！天哪，好，他在哪里买？我们去买，他说，那我们全部乐天女孩全部一起去买，对对，我们也一样，同一个味道，一样香。翔哥也来了，对，今天是特别来看李多慧吗？特别来看那个新的洋将，因为我在观察你们洋将投球好不好？你确定？对，但是他刚刚前面因为掉了三分，所以被换下去了。我有在关注，有在看专门看球赛。哦，我还以为只是哦。我刚开车过来，然后我们刚刚赶五局的中场，他说快点，就快快的，快快的，太超快了。然后就后来一来不及双杀，然后结束五局中场，他说好了，算了啦，随便开了啦，慢慢开。没看到中场的数字。没关系，你可以回去回味那个影片呢。对，我刚刚说你回去 YT 看得到转播。对对，而且很近，你还不用特地来这边看两次。No， 回去可以看得到转播，那是舞蹈的部分，但是球赛一定要现场看，才有这种感觉。对，你回去看球赛都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不用看了。所以球赛要来现场看。那你等一下，你要不要干脆坐本号就不要坐这里？你可以认真看球赛啊。外野才好看。外野啊，不是，我今天是 no， 我今天是顶热天，不是顶外野，是王子成。Oh, no.